台湾首次立委罢免投票，蔡正元究竟？失效了，台湾民团的路啦！夺回罢免，夺回罢免，就在明天，就在明天。又是唱歌又是喊口号，底下民众好嗨呀、因为这场造势晚会可是特地为立委蔡正元所举办的分手之夜。我要每天宣传，2月14号罢免蔡正元，一定买这个。不止名嘴姚立明到场站台，郑鸿仪等人也都出现，甚至在脸书上 po 罢免藏头诗的柯文哲也来路过。党主任今天为什么会来呢？视察大湖公园，市政考察之旅。罢免案依照法令规定不得宣传，但这场歌篮委活动还是如火如荼进行，就连蔡委员本人，我的态度是三不政策，就是不投票、不理会、不宣传。虽然高喊不宣传，但却在昨天召开记者会，被问到柯文哲挺罢免案，蔡正元忍不住自嘲，换句话说，柯文哲念念不忘他的浮选大将蔡正元。今晚罢免结果究竟，蔡正元是高唱分手快乐，还是稳住立委宝座，就会揭晓。董新闻情人节快乐报道。